下了保姆车，亲切与工作人员击掌，边走手机上还播着一路在看的格斗比赛。魔兽霍华德下午来到台北南港的摄影棚，要拍平面宣传照。镜头前露出招牌笑容，国际巨星霍华德拍照很拿手。虽然还没出赛，但已提前披上桃园永丰云豹的12号球衣，展现手臂肌肉。其中这张飞身灌篮照正是出自于他的灵感。虽然他在棚拍，但心还系着出战台南台钢猎鹰的队友们，隔空加油打气。来台第三天，霍华德总算能睡饱饱，一整个上午都没有行程，也没有下楼吃早餐，但这却让在饭店下死守的粉丝很难过。等啊等，一直等到下午1:30，等到人却没能拍到照，签到名。走出大门与球迷热情挥手，露出招牌露齿笑容。粉丝拿着球衣板子，希望霍华德停下脚步，但可能是因为行程太紧凑，霍华德短短1公尺，从大门到保姆车距离没有停留。就是之前有收过他球员卡，然后有 PO， 然后就是他有看过，会有球星的价值啊。就是他其实对，就是以他这么大牌，他还愿意帮很多球员签名，是已经算不错了。没互动到别气馁，魔兽霍华德这次在台湾常驻，有的是机会。这位国内史上最大咖洋将，宣传照出炉之后，就期待19号首场比赛，他的大显身手。TVBS 新闻，徐国恒、吴申彤、李学伟 SN 小组，台北、桃园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